好，慢点好，来，接起来。现在我们有个难题，怎么办？什么难题啊？观众点了杨宗纬不会唱的歌，没事，可以的。你可以吗？可以，我有爱心，请你们一定要记住我今天唱剧。这是就相当于什么？突然有人给你出了一道题，可是你没有任何准备，那怎么办呢？只能怪自己没有准备，对吧？对呀、啊，那还能怎么办呢？跟我有关了，所以我跟你一起唱。哎呦，没关系，好人呐、啊！姐姐太好了，谢谢，没关系。我就唱我会。能不能不梦全努力努力不少，哪里哪里下得住你能够奇迹奇迹 baby baby， 奇迹奇迹 baby baby。能不能你搂我家天天你手手，啊那那那手指不得分高，奇迹奇迹 baby baby， 奇迹奇迹 baby baby。我就爱个熊，叫你让你爱个。如果这边有人打扰你，把个莫尼打扰，把个莫尼打扰我，我把那灵魂扔，不要唱你多情，把你抓在哪里，把你卡里那种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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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不理卡里不把卡里打里，哦哦哦哦哦，那不敢这打里，把你丢里，叽叽叽叽叽，把你抓在哪里。我只能说杨宗纬你好勇敢。不好意思，看到前面那些歌词什么什么不笑啊，像看天书一样，对，他居然就敢这样唱。你知道眼睛里面看到字然后马上把它说出来，这样速度准确率有大概达到百分之没有，就请电视机前面有修任何韩文的啦，还有这个朋友不要就忘了那一刻就好了，忘记就好。 OK， 好，但是呢大家都很支持哈，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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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现在场外的票数呢也一直在跳动，大家如果想要支持高调队放送 A 到10669588208，对，然后编辑 B 呢就加入到我们的这个低调队，我们湖南卫视将会把所有的短信收入都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快乐校车的项目。同时呢大家可以登录到苏宁易购的公益专区，或者是登录到腾讯公益来进行网络爱心捐赠。今天晚上两队能不能各自完成三台校车也是60万的任务，广告之后一点点时间之后马上给您揭晓，待会儿见。